你好，欢迎收听迫切提问，我是主播阿露。这是一档公开讨论心理健康的节目，试图通过更多的公共讨论，去除对心理健康问题和心理咨询长期以来的污名化，打破让我们感到愧疚、羞耻、脆弱、挣扎的那些偏见和污名。我们试图探讨那些生而为人体验到的复杂感受。我们今天这期的节目就来说说我们和食物的关系。首先我觉得这里有必要先做一些概念的区分和澄清，因为这里面涉及的内容还蛮多的，而且进食障碍其实是精神障碍当中风险比较高的一种。所以我也想先向大家强调，这期节目不能代替专业的心理咨询，如果你有精神科的诊断，仍然需要遵医嘱寻求一对一的支持。那么进食障碍，也就是 eating disorders， 它首先是一类精神障碍，它指的是会影响导致当事人的生理或者心理异常的进食习惯。那么进食障碍包括短时间内大量的进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inge eating， 也包括吃太少导致体重偏轻的厌食症，还有大量进食之后想办法再吐出来的暴食症，以及去吃非食物的食品的异食癖。那么进食障碍的成因并不明朗，遗传的因素、环境因子还有社会文化的因素都有影响。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概括成因为以瘦为美或者过度减肥而已。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会提到对厌食和暴食的一些理解，尤其是在精神分析和动力学视角之下，对这些症状的观察和思考，帮助我们大家去消化这些症状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本期节目不能构成任何治疗建议。那么不论是厌食还是暴食，进食障碍的恢复和调节其实是自己和食物的关系的恢复和调节。这个过程当中它需要很多支持，而且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如果你在听我们这期节目，而且认为自己有可能有相应的诊断，请至少对自己伸出援手，寻找对应的支持及医疗资源。那么除了有确诊的进食障碍，我们大多数人也都时不时地经历着一段时间的食欲不振，比如说因为遇到一些压力问题、亲人离世、重大丧失，我们会陷入精神萎靡和不愿吃东西。我们也会进入周期性的情绪性进食，比如因为种种原因突然就感觉这些食欲膨胀无法填满，需要去胡吃海喝，吃完吃多了又多少有些后悔。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些都来展开说说。那么吃饭这件事儿是我们的生存本能，也是生存的基础。我们常常说嘛，民以食为天。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关于母乳的争议，当时就有一个词叫做宝宝的第一口奶。当时那个语境应该是说，这个第一口奶是母乳还是奶粉决定了这个宝宝的喂养方式。我觉得从这个词让我们不难感受到，吃东西是我们生命早期最最重要的议题了。对3岁以下的小宝宝，当我们说这个宝宝很好带的时候，大多数指的是这个孩子吃妈妈香和睡得踏实。当我们说这个孩子不好带的时候，大多数不是吃饭的问题，就是睡觉的问题。食物和进食不仅仅对我们具有基础性的生物学意义，也有着很深的精神性意义。我们从刚出生是小婴儿的时候开始，不论是什么样的喂养方式，我们被喂养着。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食物，还有安抚和关注。喂奶的时候，养育者也不仅仅是喂奶而已，很多时候是我们被怀抱着，我们被轻轻地拍着，我们被注视着。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收获了大量的关注的。而与此同时呢，在精神分析的视角当中，从更象征化的层面，还有很多其他象征性的进食，比如说占有、吞并、吸纳，甚至依赖。那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先来对饮食障碍做一些基本的概念的澄清和它的严重性的科普，让我们大家能够认识到，
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伙伴，我们能够识别这些信号，并且知道这是严重的。如果在自己身上有这样的迹象，我们能够识别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么首先我们就来说说这些饮食失调的类型和特征。那么首先是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厌食症的特征是强烈的害怕体重增加，或者说自己发胖，非常非常严格的限制食物摄入，通常导致体重明显的降低，并且过度的关注自己的体型体重，并且对自己的体型和体重有着相对于扭曲的认知，以至于我们自己难以意识到疾病的严重性。就是我已经很瘦很瘦，已经非常干瘪了，但我仍然觉得我身上的某些部位很胖啊。那么另外一种是神经性贪食症。神经性贪食症是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反复进食，并且超过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大量的暴饮暴食，常常伴随着的是出现所谓的清除或者其他代偿的行为，比如说在暴饮暴食之后的催吐和滥用泻药。暴饮暴食的特点是对吃东西这件事儿体验到一种完全失控的感觉，并且自我对自己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会受体重和体型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一边暴饮暴食很可能导致体重增加，与此同时我们其实非常在意这件事儿，我们并不是说毫不在意的去暴饮暴食。那么还有一种是暴饮暴食症，是 binge eating disorder。它和前面的神经性贪食症，二者都是在短时间内反复进食，并且远远超过一个正常人的平均摄入水平。但它和前面不同的在于，大多数的时候暴饮暴食症指向的是不伴随催吐的暴饮暴食，虽然没有催吐，事后仍然会有感觉到自己当时失控了，就是吃完东西之后的这个感觉是痛苦的而不是满足的。那么其他的类型还有包括回避型限制型的食物摄入障碍，那它就是对于饮食或者食物明显缺乏兴趣，会对进食之后的后果感到厌恶或者担忧，并且因此避免食用某些食物。还有一种较为罕见的是 rumination disorder， 就是反刍障碍。它的特征是吞咽后食物持续反流，随后呢会去重新咀嚼吞咽或者吐出这些反刍的食物。所以尽管饮食失调通常被认为是从对食物和体重的过度关注开始的，但它的成因远不止于此。饮食失调绝对不是一个个人选择的结果，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我在控制体重然后硬把自己控制成了这样，它是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剧，并最终导致饮食失调。生物因素那就包括遗传的易感性，那也包括影响饮食的健康情况，比如说先天性的糖尿病。那么社会因素可能就包括文化规范和对少数群体的边缘化、污名化，以及过去或者现在的创伤和极端痛苦的经历。那么心理因素可能包括低自尊，那么并且伴随一些常见的精神障碍，比如说抑郁或者焦虑。当一个人患上类似厌食症或贪食症的进食障碍的时候，这往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它告诉我们的是这一个个体此时此刻正在应对一些非常困难的挑战，有些时候这些挑战可能是隐形的。这也让我想起在伦敦地铁上常常看到的一个标语，就是 Not all disabilities are visible， 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正在经历的困难不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到的，看不到不等于它不存在。那么所有饮食失调都会对个人的身体产生负面影响，影响身体的每一个器官的功能，并且很可能导致无法弥补的损害以及危及生命。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类的精神障碍其实在众多的精神障碍当中是风险非常高的。不论是哪一种的饮食失调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营养不良、饥饿综合症，包括头晕、昏厥，常常感到寒冷、注意力不集中，解决问题觉得很困难，这些症状不仅会影响体重过低的人，也会影响那些长期限制饮食然后暴饮暴食的人。并且与进食障碍关联的并发症还包括心血管和肺部的问题，也
也包括血压变化的异常和各种心脏问题，其中风险最高的就是导致心脏骤停，那么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脑功能、代谢，还有血糖、胆固醇以及消化功能等等。与此同时，它往往还伴随着一系列不良的心理和社会适应问题，包括比如说在社会中感到被孤立呀，或者说自己退出社交呀，也包括情绪调节困难、物质滥用，并且会显著提高自杀风险。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展开讲讲一些我觉得更有意思的，那就是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视角之下对厌食和暴食的一些理解，来帮助我们尝试去理解在这样的症状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那么吃饱了就不吃了，它其实是一种本能，你去看任何小动物都是这样的。而小婴儿，也就是一个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他先天就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个小婴儿喝奶，他就是喝饱了就不要了，如果他喝饱了，有人再将奶瓶递给他的时候，小婴儿其实是会把奶瓶推开的。那么吃饱了仍然吃和饿了但是怎么都不吃，其实都是一种基本功能的丧失。那么从深层的动机上看，过度的热衷于减肥，尤其是根本不胖的人过度热衷于减肥，或者患了神经性厌食症，可能是一种下意识的拒绝成长的表现。我想尤其是在女性群体当中，因为贪食症和厌食症的发病人群，这个性别比例是完全失衡的，这两个症状都是在女性当中比例远远要高于男性。那么对于女性来说，在生理上的成长的标志就是第二性征的出现，而第二性征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皮下脂肪增厚，这是为成年之后受孕生育所做的身体上的准备。所以一个女孩不希望自己丰满的时候，也许这背后是在拒绝自己身上出现第二性征，也可以进一步的被理解为可能不愿意成为母亲，她可能还把自己当成孩子，希望自己像孩子一样受到关心呵护宠爱，她可能身体上并没有对此做好准备，那也说明她的心理上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也有自体心理学的理论认为食物是一种自体客体的替代品。自体客体是精神分析家科胡特的理论体系当中的重要概念，自体客体是指那些在一个人的早期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对象或者他人，他们通过提供某种功能帮助个体发展和维持自我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那么自体客体在心理发展中有着怎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是它能提供一个记忆的功能，那么自体客体通过反应和回应这个个体的感受、行为和存在，来帮助个体形成自我意识和自尊。比如说一个孩子是通过父母的赞美、鼓励、认可来确认和增强自己的价值感的。那么与此同时，它的另外一个功能是理想化功能，一个成长的个体要通过理想化某一个重要的他人，将他们视为力量、智慧或者能力的象征，从而获得一种安全感和目标感。比如在我们还是小宝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爸爸妈妈无所不能，他们说什么都是对的，他们是我们最厉害的保护者和指导者。那么到青春期的时候，很多孩子追星，那么他们喜欢的那些偶像其实也是扮演着一个自体客体的功能。那么第三个功能就是它的伙伴功能，就是一个客体，当然这个时候往往是一个更成熟的客体了，在与他人建立一种伙伴或者双胞胎式的关系，获得了归属感和连接感。在这些感受的体验当中，这个个体能够感觉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和他人有共鸣有联系。那么科胡特就认为啊，健康的心理发展的基础是有着恰到好处的自体客体体验，这些体验的不足和缺失是会导致各种心理问题的，比如说自尊低下、情绪不稳定，在关系中总是觉得很困难。所以当在成长环境当中，孩子在环境中没有得到满足，他的需求和得到的回应是错位的时候，这个个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就不再把自己的需求转向他人了，因为他人总是不能满足自己嘛，我总是最后会需要体验到失望，那我干脆不向外求，
所以他就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明了一种用紊乱的饮食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因为照顾者带来的是失望、沮丧，甚至有些时候是虐待。这些体验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他转而把食物变成寻求安慰的对象，其实在当下那一刻好处是还蛮多的。个体从此就可以回避向别人求的需要了，避免了不断的再次去体验到失望、悲伤，甚至有些时候是被羞辱。而食物是一个我们可以掌控的、稳定的、值得信任的对象。可是问题在于，这个系统最终发展的形态可能就是进食障碍，因为它是一个虚假的系统，它提供一种虚假的自体客体体验。虽然当下好吃的东西非常诱人，或者说成功抠吐很多时候会让大家觉得自己是很有控制的，但是这些自体客体功能是不能被内化、被吸收、被纳入到自我调节的功能当中去的，不能够被转化成自体结构。那么科胡特就提到了，这所有的尝试都无法成功，是因为他提供的解决方案从根源上就注定了失败，他们只能不断被重复，但不能真正打开那个不停循环的闭环，无法从根本上治愈心理疾病，没有办法建立新的精神结构，自体仍然存在缺陷。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一旦我们开始觉得食物能给我治愈，并选择了这个方案，作为我们得不到自体客体体验的平替，它看似是捷径，但其实反而是一条更曲折的路。早期的自体客体体验根本没有被满足，而我们又假装它已经被满足了，通过食物。这种假装只会让我们离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越来越远。那我想在这里也引述一部分我非常喜欢的同行，也算是学长吧，是同在塔维斯托克的张逸驰，他写的关于躁郁症的一部分。他其中就把躁郁症和进食障碍做了一个对比。他提到说，进食障碍是在躯体层面的躁郁症，这个太胖太瘦对应的贪食和厌食，其实就对应了躁郁症当中的躁和郁，这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我不知道大家对躁郁症有多少了解，那么躁郁症也称为双向情感障碍。所谓的躁和郁或者双向，其实就是在形容有着双向情感障碍的人群，他们会体验到一种非常极端的情绪波动，在光谱的这一端是抑郁，在光谱的另外一端是躁狂，也就是说他们在一个两个非常极限的情绪状态里面来回横跳，有些时候感受到的是抑郁，表现为极度的悲伤，失去所有的价值感，失去所有的动力，那么在躁狂期的时候又会表现出来情绪高涨，过度自信，思维非常的活跃，并且几乎可以不睡觉。所以你看，这个躁和郁的状态就对应了厌食和暴食的状态。所以在张逸驰的这个文章当中，他就提到了说，躁郁症的本质它是这个障碍在情感层面的呈现，而进食障碍则是同一个问题，但是是在身体上的呈现。那么这两种的身心状态背后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一种基于身体或者情感层面感受到的无力和失控的体验。也就是说，我不能自主的调节自己的情绪，你看我不是躁狂就是抑郁，那么厌食和暴食就是我不能自主的调节自己的进食，调节自己的饮食，你看我不是厌食抠吐，我不是暴饮暴食就是去拒绝进食或者抠吐。然后厌食症的内部他提到说，这里有一个理想化，有一个可以无微不至时时刻刻都来喂养我的爸妈，我在幻觉当中被喂养得很好，所以我的全能自恋让我认为我自己几乎不需要进食也能够活得如此的完美。而贪食症的内部世界则有一个无止境索取贪婪，怎么喂养也满足不了的爸妈。当然这部分是他提到的，我认为这里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的。比如说厌食也许不单单是全能感驱使，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对外界的抵抗，当外界对我的控制已经让我完全无法获得任何自主性的时候，身体是我最后仍然有主权的东西，它仍然是属于我的领地，我可以控制不吃东西，
不进食，来向世界展示我的主体性，你又能奈我何呢？迫切提问是一档公开讨论心理健康的节目，由 Marcus 制作出品。在这里，我们试图讨论那些生而为人体验到的复杂感受，陷入过的困境，走入过的死胡同和无法挣脱的关系。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吗？别人也是如此吗？我这样的感觉正常吗？是正确的吗？是健康的吗？我有这样的感觉和问题，我该怎么处理？怎么应对？我们试图的通过不断提问，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我们相信总有人对自己的内心充满好奇。那我们从英国精神分析更偏客体关系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话，人和食物的关系是绝好的一个个体与他的客体之间的关系的体验，这个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和自己的爸爸妈妈的关系之间的体验。如果一个人很爱吃东西，这是一个充沛的欲望的展现，不管你要吃的是什么，他都是在渴望一个东西，对不对？当你渴望一个食物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其实在渴望什么？我们是在渴望一个可以滋养我们的东西，我们渴望一个东西，它让我感到舒服、饱腹感、充实感，觉得满满的。而且有些时候这个食物可能是吃起来也热乎乎的，很温暖的感觉。所以我们脑子中想到的其实是一系列的好东西，是一种舒服的感觉。很多时候在象征化的层面，它其实是我们如何渴望着客体的爱，比如爸爸妈妈的爱。当一个人有这样强烈的渴望的时候，要么代表他曾经获得了很多很多的爱和关注，这种满足持续成为他一生自我满足的方式。因为在生命早期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们爱的方式就是喂养，从喝奶到后面吃饭，就这样一口一口把食物喂进我们的身体里，滋养我们，让我们长高高，长壮壮。那么同时也是有这样同样的渴望的时候，也许会代表着一个人在生命早期得到了太少的爱，他只能靠食物去补偿。有点像我们前面说到，在自体的理论框架之下，会认为用食物去满足自己是一种自体客体体验得不到满足时候的平替。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区分呢？你看啊，我们说了一个人爱吃东西，欲望充沛，有着强烈的渴望，既有可能是他早期就是这么被呵护的，也有可能是他得到太少的关爱了，只能用食物去补偿了。那他是一种健康的喂养，还是一种替代性的安慰，主要是取决于是否吃得太多。如果我们延续了父母爱自己、喂养自己的方式，我们在疲惫的时候能给自己做一些最落胃的食物，这个时候它是一种适度的、温柔的关怀，我们会知道爱和好吃的都是充分的，我们可以一直有细水长流的获得，那么我们就不会暴饮暴食的一口气全部塞入腹中。而相反的，如果不恰当的我们用食物来作为爱和关心的平替，那么它一定会过量，因为这里有一种报复性的胡吃海喝的感觉。就是同样是吃东西，前者的感觉让你觉得是一种喂养，后者的感觉让你觉得它仿佛一种报复，就像我们以前那个塑造暴发户的形象。我记得好久之前有一个当时风靡一时的歌词，好像那首歌的名字叫《我的滑板鞋》，它其中就有一句说要让别人都羡慕我，我要左手一个诺基亚，右手一个摩托罗拉，你看因为我曾经是那么的匮乏，所以我要加倍。可又因为不管加多少倍，我在食物当中体验到的都不是被滋养的感觉，因为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喂养、呵护、关怀，这些体验不曾存在过。所以我吃多少吃的都是饭，也就是说这个饭我吃进去，我只在生理指标上得到了提升，比如说我的体力值增加了，我的血糖值提高了，可能当下精力更充沛了，但我在心理上、精神上的那种被安抚、被照顾、被爱的感觉始终无法提升上去，那个指标仍然是零。也因为它无法提升上去，
所以我会非常悖论式的再加倍的多吃，尝试从食物当中获得那些我真的渴望获得但又获得不了的东西，因为这些体验从来没有过。也有人似乎从小就食欲不振，对食物没有什么迷恋和偏好，这往往体现着他们在早期的母婴关系当中可能有着种种问题，这个依恋关系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扎实。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一些不同的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是母亲本身是没有喂养能力的。我非常抱歉觉得要在这里使用母亲这个词，加重了大家的性别刻板印象，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在生命早期的时候，往往那个喂养我们的人确确实实是母亲。而这里说的喂养指食物上的喂养，但同时也指精神食物的喂养。对于一个婴儿而言，精神食物就是母亲的关注和爱。很多时候妈妈在产后其实是一种自顾不暇的状态，尤其是家人如果不给力的话。我身边有很多做了妈妈的朋友都曾经在产后经历过一段类似于抑郁的状态，可能不是一种标准的长期的产后抑郁，但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类似的状态。因为生育和新生儿的养育它就是很困难，而且很多妈妈生孩子之后会激活自己儿时没有被养育好的创伤。我们必须要承认，在这期间应该是举全家之力支持新手妈妈的时刻，当没有和缺少这样的支持系统的时候，陷入抑郁可能并不意外。有一些心理或者精神方面存在困难的母亲是难以给到婴儿共情性的关注和爱的，这就会造成婴儿在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里感到是饥渴的，无法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比如说自己的妈妈。那么这个时候本来这个孩子是要积极的去寻找自己依恋的客体，和对方建立关系，那他在这个挫败当中有一部分的孩子可能就会退缩撤回，与此同时变得有点像我们所说的自闭，但并不是一种真的自闭症的自闭，只是他把这些欲望全部都撤回了，所以我们会觉得他变得欲望降低，而这个欲望降低可能首先是体现在对食物的欲望上。那么第二种情况是他们是有这个有喂养能力的母亲的，但是喂养是过度的侵入性的或者不具有共情性的。那么过度性的喂养和侵入性的喂养是指母亲给了婴儿太多食物，远远超出了婴儿的需要，也就是说你吃没吃饱我不是很在乎，我在乎你没有把我做的饭吃完。你看在这里母亲关注的其实不是这个孩子的需要，而是自己的需要，我需要你把我提供给你的食物全部都吃完。那这样侵入性的体验常常会带来婴儿愤怒的感觉，那么婴儿就会用排斥的方式来拒绝和抵抗这些我不要的食物。这些早期的体验延展到青春期和成年之后，就容易会发展出来各种不同的进食障碍，比如说神经性贪食症和神经性厌食症。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是一个直线的因果关系，只是说往往这样的体验会让我们更容易有这样的倾向。那么神经性厌食症是一种自我毁灭式的心理障碍，在这些人身上其实我们常常能够观察到的是一种非常浓的仿佛他们不由自主的在走向死亡的感觉，而他们的生命力好像完全被那个死本能压制了。很多神经性厌食症的患者哪怕到了危及生命的情况，仍然要非常过度的严格的限制自己食物的摄入，其实是一种对喂养的拒绝。就是你看你尝试给他任何好的东西他都抗拒，他其实是一种对被滋养的体验的拒绝。而这样的体验其实应该在生命的最早期我们每一个人都体验过，并且应该是在理想的情况下。而如果他曾经是一个那么温柔的幸福的体验，我们又怎么会用生命去抵抗它呢？所以不管是哪一种进食障碍，在心理治疗当中这个重点都会关注到我们如何去修复这个个体心中和养育者和喂养这件事儿那个已经糟透了的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去把说啊，那我又不能改变我的妈妈，我又不能改变我的爸爸，那我怎么能够修复好自己呢？
没有必要把这个混为一谈，因为修复自己的内在客体关系和外在的亲子关系是两回事儿。尤其是如果我们的妈妈爸爸原生家庭他们自身本身带着很多创伤的时候，那么现实中的关系很可能是不能够修复的，但不代表不能够修复我们自己内心的客体关系。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当代文化也是一种暴食文化，你看我们喜欢那种三分钟吃透一本书，十分钟看完一部电影，都是一种囫囵吞枣的暴食。然后我们也会在很累低能量的时候，比如说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看短视频或者看社交媒体，我们所说的无脑的这样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其实也是一种一直摄入一直摄入一直摄入。我们自己也喜欢立一些 flag， 比如说一个月背完1000个单词，那么一年读完52本书。我相信从操作层面上这些是可以完成的，而且我自己也有参与过，比如我和有朝一日的两位男主播们，我们一起做了一个 reading challenge， 然后我们甚至为了赢过对方都在自己的书单里面列了几本比较薄的书，这样我们读起来很快而且还能计数。可是最后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在这些阅读或者观影当中体验到了什么，不是吗？过快的阅读就像囫囵吞枣的吃东西，我们其实是没有品味到其中之味的。而且过快的吃东西我们有可能也不能完全消化。我们有些时候确实觉得自己很有收获，比如说圈重点记笔记，把故事的情节和主人公的关系了然于心，但不论是书籍电影音乐，其实我们真正的收获都是在这个过程里收获的那些体验。十分钟讲完一部电影，也许我们转头可以在不买票的情况下就和其他人侃侃而谈，谈剧情谈人物，但那个体验呢？我去年读了一本书，其实很薄，内容也很平实，叫做《小山和小山之间》，但我读得特别慢。从它的页数上来说应该是一个一天就能读完的书，但我读了好久，因为我每看几页都觉得好多思绪涌起，要花好多时间消化，又在脑中不断地激起新的涟漪。我觉得这就很像是一种小口慢慢吃饭的体验。最后是因为那个故事的剧情真太平淡了，所以很快我已经不记得其中的很多细节了，但是我一直能非常非常深刻地记得当时我读那本书的时候那么丰富的情感体验。我觉得我们日常刷短视频社交媒体，每个人都在拼命地更新自己的状态，发一些新的推送，我们不断地想要更多，这何尝不是一种精神暴食呢？然后我们又会在下一个阶段觉得自己啊，最近我真的就是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太多时间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social media detox， 就是所谓的社交平台戒断，像间歇性断食一样去清理自己的信息摄入。所以你看这像不像暴食和厌食呢？所以我们能够平和的不去戒断，但又保持日常非常节制的去摄入这些信息，是多难的事情呢？我猜想在这个层面上，只要我们对自己有足够的反思和觉察，我们其实是可以理解到厌食和暴食的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我们是什么时候感觉自己要空虚到疯狂摄入，又到什么时候会非常害怕那种摄入将自己控制，以至于我要宣示主权，说现在我要互联网戒断。那么接下来这一部分我想说一说创伤和我们的进食障碍的关系。那么对于遭受创伤的人来说，饮食失调可能是其后遗症之一，而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从饮食失调的症状往前倒推，看看我们是不是有重要的创伤史一直被我们忽略了。有着长期的创伤史是很多有着进食障碍的小伙伴们共同的特点。那么所谓的创伤在这里的定义是有着强烈的恐惧感或者无助感的特征的经历，那它有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比如说性侵或者车祸，也有可能是自然灾害的发生，那很多时候它是更持久的事件，比如说童年期长期的忽视。那么创伤应激障碍 PTSD 它是一种特定的诊断，它指的是创伤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
比如说有特别强的警觉感，或者因为一听到创伤经历相关的事件就感到痛苦。那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当中表明，创伤史和进食障碍之间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具体来说，就是研究结果表明，在进食障碍的人群当中，有创伤史和同时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可能性更大。而儿童期的性虐待和进食障碍也是强关联的，这一点在我自己的临床工作当中也反复被验证，可谓是触目惊心。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性和因果性并不能画上等号。我们知道它们强相关，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说创伤史意味着可以直接增加进食障碍的风险。那么通常对于有过创伤经历的人群，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去理解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些创伤对于我们来说，在我们自己的个人叙事当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时候有着创伤史的进食障碍的人群，他们对自己的觉知、身体的感受都是非常的隔离和不敏锐的，这意味着饱和饿，并且饱腹感和身体的疼痛，这些线索对他们来说都很难感知，仿佛隔得很远。当他们开始比如说咨询，当往往在他们开始进行相应的治疗的时候，很多人很难确定自己到底是饿了还是饱的。在他们对自己的内在身体缺乏觉知的情况下，他们其实是没有内在线索的，所以他们吃东西会看起来非常机械，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饿，或者饱了到底有多饱。然后许多有着这样特征的人群，他们也会常常感觉到情绪和身体上的麻木，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完全解离，或者感受不到自己的某些部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识别和命名我们的感受或情感体验，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能力，或者说我们可以去练习的能力。事实上，这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能力。我并不认为只要你长到足够成熟的年纪就一定具备了这个能力。当一个人能够准确地识别和描述出来悲伤、愤怒、内疚等等等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寻求支持、休息，并且寻求安慰来满足我们自己这些需求。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是身体上的，比如说当我感到愤怒时，我注意到我心跳加快，我注意到我脸上发热，那么或者是当我感觉到饿的时候，我注意到我不仅胃里面空空的，我还觉得心慌。那这些生理和心理的线索都能够促使我们做出一个相应回应这些信号的决定。好啦，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能够帮助大家加深对进食障碍的认识，打破对它的偏见和很多误解。 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或者觉得这期节目中的内容让你有所收获，可以把这期节目分享给朋友一起收听。 Sharing is caring， 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期的做问答节目，如果你有一直以来感到困扰的问题，欢迎把它们写下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邮箱地址可以在 show notes 中找到。与此同时，我会把节目中的参考书籍和文献同步在同名公众号迫切提问 Burning Questions， 可以搜索公众号查阅。迫切提问由 Marcus 制作出品，你可以在各大主流音频平台或者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这档节目。我是主播阿露，我们下期再见，拜拜。